从今天开头讲到现在，重要的 message 告诉你，不要再自扫门前雪。你在自扫门前雪，一定会受到别人对你的影响，不是好的，是坏的。不是影响你，就是影响你的家人，影响你的孩子，影响你的孙子，就这样。这世界就很肯定是长这样。所以能够有那么样的机会，就赶快吧。哎，讲到这里呢，我给你预告一下哦。这个我不是讲祝福祝福吗？树德福助嘛，是不是？那个我们上次的这个讲稿啊，已经编辑成册，准备印刷，叫做《助的秘密》，帮助的助。本来呢，我取个名字呢叫做《神助的秘密》，结果觉得取的名还取得不错呢，就隔了两天一想，我们又不讲玄虚，讲个什么神助，对吧？又所以就改成《天助的秘密》。对不对？就又在那边欣赏名字，欣赏两天呢，觉得讲天助呢，大家不当回事，觉得天助在哪儿助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就把那个天字呢先给它省略一下。助的秘密，哎，这个助的秘密，如果你是一般人看这本书，你会不会有兴趣？觉得他要到底在讲什么？会不会？会。所以这用心的取名字是为了我们发书方便，让你省去别人拒绝你的机会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就秀出来给他看，有没有看到住的秘密的？等一下一看，哦，要，为什么？不然在讲什么？那么目前呢，好，我们美国 Amy 这边呢正在翻成英文，哦，所以呢，等我们一起来呢。把这个可能性呢，好，推广。那最近不久之后，电子档的中文版就会在我们的网页可以下载了。